Alisa 高以爱的首张专辑 Alisa 高以爱将于11日正式发行。在今天的记者会上， Alisa 一出场就以在 Rock Your Body 以及我不是坏女孩中性感的舞姿和穿透力十足的歌喉震撼了我们。和 Alisa 从小就亲如兄妹的 F4 吴建豪突然在记者会上现身，并亲手为 Alisa 戴上了自己亲手设计象征梦想之心永恒的捕熊网钻石项链。Alisa 还未来得及感激，吴建豪又拿出了 Alisa 父母远从美国电邮来的 VCR， 让 Alisa 感动至极。17岁的时候，他在美国，他其实是我跟我弟弟那个小学的同学。哦，对啊，那我还记得他那时候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我说，他想听你唱一首歌，就当场在餐厅里面唱一首歌，而且不是很小声的唱，而是很大声，哇，哇。为了实现音乐梦想，原本就有些婴儿肥的 Alisa 在出道时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地狱式减肥。谈到那段经历， Alisa 坦言每天3点之后就不能再吃淀粉类的食物，实在很饿的时候也只能口含柠檬片减少食欲，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能够在大家面前呈现出一个更加完美的自己。要很小心，就还是3点以后不吃淀粉，然后饿的话我会就很奇怪，我喜欢吃柠檬片，我就把它切得很细很细，然后很酸很酸，然后就直接含在嘴巴里，这样子就好像没有食欲了。